光之兄弟群体信息，关于身体振动频率与转化，通灵莫尼克马修。健康问题至少是身体上的痛苦，有几个表现出来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深深的萎靡不振，是一种无法接受的痛苦，有时也表达或不表达所有的愤怒。您知道这些原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时您不会落入这些陷阱。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是你的身体、你的星球、所有生物的振动变化。我们经常谈论这种振动变化，这种转变的准备，但是我们会再次谈论它。它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一切都必须在你内在转化，无论是在你的物质身体层面，还是在你的能量体层面，以便能够适应更高维度的非凡能量。只要你的身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抵抗，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躯体化和痛苦，并不存在。然而，请考虑这种或那种疾病对应于这个或那个实体。此刻，你们许多人的呼吸道、喉咙受到影响，它可以被视为与这些疾病相对应的实体，它阻碍你的转变，阻碍你为转变做准备。你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意志，一个非常伟大的理解，尤其是大量的爱，才能为这个巨大的转变做好准备，而不会对你的身体和能量体产生副作用。如何表现你的意志？只有意识到你是什么，通过监控你的行为，通过尽可能多的思考来伴随你的振动上升，并且伴随你的身体向这个更高的振动转变。你正在经历这一切，也许是天赐之物，因为你更深刻地意识到你内在正在发生一些事情，你正在经历一种内在的转变。有些人不需要这种显化来体验这种内在转变，他们以另一种方式经历过，或者稍后会经历。尽可能多地注意你正在经历的巨大转变，这些有时让你不知所措的巨大疲劳也是你振动转变的标志。到达高八度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你知道你本质上是能量，但是在你的本质上它们有几个频率，你必须能够将它们调高一个八度。地球人，这对你们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你们不仅在经历着你们自己的转变，而且你们也在经历着围绕着你们的所有能量，以及那些来自宇宙的能量，这些能量有时会破坏你们的稳定。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感到轻松很多，一切都会以最美丽的方式落到实处。那个时候，你就不再软弱，因为你不再处于深刻的蜕变中。我们说在某些能量方面很虚弱，所以你会更好地抵抗所有压倒你的巨大能量散发。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你必须牢记这一点。停止思考疾病这个词，想想转变和转化这两个词。把疾病这个词从你的词汇表中去掉，简单地说，我的身体在变，我的能量在变轻，但要发生这种情况，有时会给我带来不便。我们经常和你们谈起你们内在的神性，你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也和他说话，但还没有建立联系，所以你只能从他的巨大力量中得到非常部分的帮助。在最高振动之中，重新协调你的身体是绝对必要的。给你造成所有这些不愉快问题的原因是你的肉体的振动频率和你的灵体的振动频率之间的不和谐。我们对那些使用能量工作的人说，这与你在能量水平上所知道的无关，它只发生在声音中，在发出特定声音的振动频率中。
你只需要简单的将你的意识连接到你的身体和你所有的能量体，你也只需要寻求我们的帮助，投降它，也投降你所有的担忧和担忧。如果你全神贯注于你的成见、你的忧虑，而不放手，你能做的工作就不会很重要。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们让你自由的，通过你可以对你的身体拥有的爱，你对在你内在和全能的神性的意识来重新和谐自己。我们不会对您强加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为您提供可能性。我们知道您要经历这种转变是多么困难。许多人以极其困难的方式经历这种转变，仅仅因为他们不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处于反抗、怨恨、暴力和不接受之中。因此，即使您遇到一些不便，也要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还要注意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的大量帮助。你考虑的不够多，或者你怀疑他，你可以说，你当然在帮助我们，但是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还是很累，因为我还有这种不会离开我的感冒，因为我的胃仍然很痛，喉咙，因为我们会回答你，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对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爱吗？对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对宇宙的爱。你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吗？你知道你的可能性吗？有时你在抱怨和帮助，但你不了解你内在的巨大力量。你要求别人给你他们不能给你的东西，或者他们用他们的爱给你的东西，而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非凡的力量。当然，你可以得到帮助，这在爱情中是高尚和纯洁的。然而，不要忘记，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可以被激活，以帮助你完成你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巨大转变。无论是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还是人类界，没有一个生物能逃脱这种巨大的振动转变。一切都必须转变或死亡，一切都必须为新地球、新生命做好准备。这是相当重要的。你生活在生活旁边，但你不生活在生活中。你生活在你的忧虑中，我们理解它，因为目前地球上的生活非常困难。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更和平、更明智的生活，那么对他们每个人来说，一切都会以更好的方式发生。谢谢收听，感恩祝福。
Thank you.